这炭烤的话，烤肉一定非常不错。锅里三不三？录音录歌，开兜里，开兜里，或者累了。刮鱼鳞，刮鱼鳞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我此刻简直就是富翁。来那个吃三道吧。风大吗？风大，所以戴帽子。求有得人，你求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你都说我有未来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千万别受你爹的影响，你爹是有意才要把你拉下来，是你的节奏，你的节奏，对，对吧？就是那个，你才多大，对吧？就像你妈，我怎么骂了他？我怎么骂了他？让他人，让他算我吗？原来你那么荒唐吗？原来你那么爱人吗？我爱人吗？这话说不出口，这我妈需要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让我怎么安慰他？让他原谅你的错误吗？让他原谅你的荒唐，原谅你的刀貌岸然吗？但是他忘了，全家最无私也最自私的人